哈喽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大蛇的亮哥。今天给大伙介绍一场刚刚结束没多久的万赛事，是由我国选手黄龙对阵巴西选手西蒙斯的比赛。黄龙曾获得亚洲综合格斗锦标赛93公斤级冠军等的。黄龙也是一位退役的武警战士，黄龙也被全民们誉为金刚战舰。赛前，黄龙的战绩为十五战十三胜。而这个西蒙斯来头也不简单，西蒙斯曾获得 ADCC 世界冠军等的。西蒙斯的巴西柔术战绩为一百零七战八十六胜，可以说也是位顶级的实力派选手。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。 比赛开始后，西蒙斯马上下前抱住房龙的大腿，试图想要将房龙抱摔倒地，转为自己更为擅长的地面进攻。不过房龙的防摔动作也做得非常到位，并没有让对手得逞。结果在双方缠斗过程中，西蒙斯以连续顶膝直接踢中了房龙的裆部，西蒙斯也惨遭裁判警告，这也让房龙表情非常痛苦，这直接让房龙怒了。接下来愤怒的房龙马上一记后手拳重击了对手的头部，不过西蒙斯也毫不示弱，马上以低扫还颜色。而后西蒙斯猛扑上去将房龙直接抱摔倒地，紧接着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的地面缠斗。 第二回合开始后，房龙马上以后手拳开路，结果西蒙斯想要再次去爆摔房龙，不过很快就被房龙成功挣脱了。回到站立对决后，房龙马上以后手拳打了对手一个措不及防，接下来房龙已连续重拳将西蒙斯打退了好几步。而后西蒙斯被房龙以连续重拳击倒，紧接着西蒙斯依旧还是死心不改，想要将房龙拖入地面，但是房龙才不知他这一套根本就不给他机会。接下来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的对拼，而后房龙一记左版拳将西蒙斯直接打懵了，紧接着西蒙斯被房龙以连续重拳再次击倒。 接下来，房龙以后手拳再次重击了西蒙斯的面部，而、呃、后房龙抓住机会一记后手拳将西蒙斯击倒。紧接着，房龙猛扑上去以重拳继续暴揍西蒙斯。接下来，西蒙斯被房龙的重拳直接打飞了。而、呃、后，房龙以组合拳再次重击了西蒙斯的面部。结果，西蒙斯竟开始招手指和指头来挑衅房龙，这确实有点自不量力的节奏。接下来，房龙以前手拳再次重击了西蒙斯的面部。而、呃、后，西蒙斯好不容易抓住机会将房龙抱摔倒地。紧接着，西蒙斯想以十字固来结束战斗，结果随之被房龙打了一个绝地反击。双方大战了三个回合。 最终，房龙以绝对优势赢下了比赛。当裁判宣布比赛结果的时候，被打成熊样的西蒙斯还一脸的不服气。全场比赛下来，愤怒的房龙爆发，完全碾压对手，并将对手打惨了。其实本场比赛房龙是有机会 KO 对手的，只是考虑到对手的柔术功底，所以才放弃了许多追击的机会。不过，在面对这样嚣张的对手，或许暴揍他三个回合，会比一招必杀来的会更为大快人心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，看这场体育赛事，有我大嫂的相伴，我们下期再会。